不是母亲，我叫孙贤，你要找母亲吗？是啊，快让你亲她一声。姓赵的，母亲来了，见过母亲，起来，起来。人事方法口难言，病事要紧重在本，故而你有话只管对我讲，我常为你做不亲。这样说来是我错打了你，这样说来我是当得了你，不妨事。本小姐到此一无关，我特地前来送私信，这封私信我真想那无罪的妹妹明得意，她不是别人无惧无装啊，故所以暗中写好信一封，他叫我送于无人偏家境，你把私信交于我，我替你去躲避那无人听，这是我也想和你大风景，不知小姐肯不肯，私心来教育我，我与你送一些心人，我不是私心是口心，口心谁来啊，我记在心里，这个口心要当心，不可再与那旁人听，在我的口在你的心，答应那举重要轻轻，今晚答应言语反悔，你就说吧。啊，妹妹呀，你在讲什么？我在念心经的情啊。小天仙，我无爱恋在心呀的阿姨妹呀，我怀你你不知，我想你你不见，我与你在话你不回答，我和你这里简直比敷衍啊，也没啊，我是一见就钟情你，为此你可否嫁我啊？
里。